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干嘛？不是说跟你说要先补满，然后再看自己的那个吗？就还是缺粮啊！哦，这里雷声怎么这么大啊？我们先把粮给抓上去，再看看吧。那个人怎么一直在生气啊？有事吗？哇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新熊会放这里哦。哇，太扯了吧？那就先讲这个啊。来，狐狸，他叫狐狸啊。好吗？这么他的那个介绍。好，我们今天重点讲到这边，拜拜。反正我们一样来扫一下我们的资源。其实我也不大确定我到底是不是缺粮，因为目前状况来说应该是算。应该是算缺粮吧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就把农田扫上去好了。啊？然后怎么不能看王国的？这样子吗？哎，不是要看这个，干脆就直接从那个。对啊。从新闻那边看就好了。你看，像是他就被进攻了。